第五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昨天在福建福州开幕。本届峰会以创新驱动新变革、数字引领新格局为主题，立体化展现数字中国建设成果。据了解，中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、技术领先的网络基础设施，数字技术创新能力快速提升，人工智能、云计算等新兴技术跻身全球第一梯队，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总量稳居世界第二。